直接中间来一刀，嫉妒的心，颤抖的手，赔16公斤的一个大后浆啊，这个日子肿是不用怼的啊，就怼一个裂，看这个肿肉质已经发黑了啊，雌形非常的好玩啦、啊、没有断口碰口啊。那么鸭灯看一下细节啊，首先的话我们还是看这里啊，满裂，呵，不怕啊，这个肿好玩我们不怕啊，看这个下面都是带着淡淡的春的，看到没，这下面的话就越来越没有什么裂啦，是不是，像这个地方的话大牌子挂件是随便取的啊，整个料子都是一样的啊，满肉16公斤的话啊，有15公斤的满肉啊，除了一点点皮，整个料子都是不变种的、啊、这个料子的话切开裂肯定是多的啊，但是这个就是玩牌子挂件界面的料子、啊、这个料子的话我们直接就要从中间来一刀啊，简单明了，92000的料子能不能让我大涨几十万就看这招了。 Give it to me like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能不能让我大涨几十万，嘿、哇哈哈，牛逼，画饼怎么样，牛不牛逼，种这么好，春还这么浓啊，这种料子我就知道一定要切啊，料子已经切好了，来过来看一下，喂，哇，肉质超级犀利啊，看一下整个料子肉质都是超级犀利的，切之前我就说过啊，这个料子的种是不用堵的，就堵一个裂啊，没有像那种蜘蛛裂一样，像这个地方你看都没有什么裂的啊，16公斤有15公斤的满肉不变种啊，牌子挂记要得取多少了，可惜他没手镯啊，如果有手镯，一条手镯就不得了了，然后切出来的话也没有那种碎裂啊，鸡爪裂啊，很多都是大裂，这个料子以量取胜啊，自然观看一下啊，这个肉质超级细腻啊，然后紫色也是非常的明显啊，